高峰会友，意为攀登牛市高峰过程中汇聚志同道合好友，共同策局破解股市谜题，借助香港制造的平台，汇聚各界专业投资专家前来互动交流，分享心得，既能帮助观众于牛市丛林前提前部署，制胜先机。主持人 Alan Wallace。好，歡迎翻到嚟第三次嘅高峰會友。咁啊，承接翻頭先嗰個話題啦。咁我哋講開呢個成長，呢個內地嘅汽車市場啦。咁啊即係我哋知道吉利啦，都喺內地汽車市場嚟到講咧，都係一個即係行業嘅龍頭嘅位置啦。咁我諗觀眾都好關心啊，或者觀眾或者係貴公司嘅股東咧，都關心啊，即係吉利未來嗰個發展嘅路向究竟會係點走啦？因為都知道今年係有幾款新車款係推出咗嘅，因為而且同其他我哋接觸到上市公司有少少不同，其他主要是合資品牌，或者甚至是代理啲歐洲車的一個合資品牌啦。咁吉利嚟講係比較少有嘅純國產嘅品牌咧，就冇任何嘅合資公司。係啊，而家係民營企業添，呢個係特別好咧，民營企業即係又唔係地方政府旗下嘅其中一間公司咁樣。係啊，純民營企業，非冇任何嘅國資成分喺入邊。咁因為國家而家呢個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咧，即係唔好話完全依賴國企，因為佢都有國企，當然有承擔好重要嘅呢個政治同埋佢哋嘅戰略任務啦。咁但係你要即係百花齊放，國家要經濟發展好咧，就國家都鼓勵即係民營企業發展嘅，因為民營企業都會創造好多就業啦、納税啦。咁我哋都係向住呢個方向發展。咁啊，董事長佢嘅個人嘅目標就係話成為一個即係有社會責任嘅企業。咁當然我哋作為一間上市公司，一定又會為股東負責，一定要謀求股東嘅呢個最大回報。當然我就有啲可惜就前幾年就做得麻麻地，係舊年開始啲新產品推出先賣得唔錯。係咯，就係點解啲新產品會咁勁嘅咧？即係尤其今年見到開始即係博越啊嗰類型嘅新車款，真係可以市場口碑都不錯嘅，同以前點解以前個產品同而家可以有個咁大嘅 gap 喺度？我哋就整個研發體系做咗深刻嘅改革，同埋咧就而家採購體系都發生，即係做咗呢個改革。咁咧我哋而家研發體系就同 Mobile 聯合研發，咁就啲車嘅質量係明顯好啲，而且採用平台化、通用化、模塊化咧，就成本又降低，但係同時咧你推出新車嘅車款又快好多。咁你睇到今年我哋即係啱啱包括你啱啱問呢個 SUV 呢個 sector 啦，我哋其實推出三款 SUV 都賣得非常之火爆嘅。咁三月份嘅時候出咗一款博越嘅 SUV 啦，咁嗰個係一個即係大家平從19,000幾蚊開始到150,000一個咁嘅區間嘅一個 full size 嘅 SUV， 咁呢只車就我哋都冇遇到賣得咁火，而家個訂單成700,000部交唔到貨，即係好多係即係3-4萬嘅訂單係全額啲 customer 全額付咗訂金，即係付咗車款，我哋交唔到車，咁排隊排2-3個月嘅，咁即係主要係因為產能受限，即係我哋嗰個喺春曉嗰個基地咧就嗰個單班嘅產能啊，一個月最多做到13,000-14,000台，咁基本上1萬俾博越，咁3,000-4,000俾博瑞咁樣。另外咧就有款帝豪 GS 跨界 SUV， 咁我呢度有個睇下啲圖片，睇下個圖可以睇下，因為呢個就。那款跨界的 SUV 咧，就呢個就係嗰、那個唔知睇唔睇清楚，可能有啲細。呢個係效果唔知得唔得？呢個係咁可以博係啊，擺錢酸埋佢咁樣。咁好似有啲賣廣告咧，擺太前有啲賣廣告，我啱啱冇講到。咁俾大家睇睇啦。呢個係博越咯，博越 SUV 係。咁呢個係當時佢喺嗰個內蒙嗰度做冰雪測試，喺-40度嘅環境嗰度做啲極寒嘅路試嘅嗰啲圖片啦。咁9-15萬嗰價，今年賣得好好嘅價。咁呢個呢款又係賣得好嘅訂單，又係3-4萬嘅。佢呢個係帝豪 GS 跨界 SUV， 即係啱啱講 SUV 有好多細分市場，即係唔同嘅 sub segment。呢一款咧就係帝豪 GS 跨界 SUV 咧，就而家啲城市入邊啲年輕人非常之火。我都好多朋友佢買嘅，但係而家排隊又係要排2-3個月。個訂單價位咧？呢個車。最便宜80,000蚊都唔使，79,000幾蚊，係啊！所以你見話呢個咁嘅車都賣79,000，而家佢嗰啲配置好 fashion 嘅，即係手機投影、藍牙投影，直接將個手機 mon 投影上去，跟住好多電子，好多電子設定。架車嘅 screen 嗰度 ，screen 度係你個車嘅 screen 就睇咧，就係你嘅手機 mon， 同埋好多智能嘅設備喺入邊。咁有曬全景天窗，跟住。呢個70,000幾蚊嘅車，全景天窗，跟住六向調節座椅，哇！好多電子設備喺入邊，即係你如果年輕人嚟買，佢嘅造型又比較 fashion， 咁即係完全咧，即係你喺呢2-3-4線城市嗰啲年輕人消費者，佢啱啱可能出嚟做嘢就可以 afford 到嘅，所以佢賣得又係非常之火。咁仲有一款咧，我呢度冇圖片，就係8月28號啱啱上市一款遠景 SUV， 嗰個就係經濟型嘅。
咁最平又係即係80,000呢個水平就一款經濟型嘅 SUV。咁呢啲車型都而家嗰個 waiting 主要 waiting 同埋訂單數好長。咁我哋而家產能受限咧就排隊咯，排隊到年底。而家我哋嘅產能可能就係做而家嘅訂單，做到年尾。都可能啱啱好先夠，咁唔計新嘅訂單。而家我哋好多經銷商都暫時唔可以全，即係我哋要求佢哋就唔好全款接受新嘅訂單啦。因為你全款接受新訂單咧，嗰啲消費者真係嘈。咁啊，同埋咧就有時候國內啲汽車輪頭搞住，我都有時候去睇佢啲水軍好多嘅，即係國內啲即係有時候話啲即係五毫啲無紙發一條嘅啫。其實唔知係嗰啲水，其實水軍有啲人就借機插我哋，我前排訂咗吉利啲車，嗰啲排隊排好長咁樣，要等3-4個月，唔買唔要啊咁差。即係有啲人會。有啲其他嗰啲brand 或者其他公司或者唔知咩嘅水軍啦，反正佢咁講，即係佢真係有呢個問題。嗰個我哋產能受限，因為訂單太多就做唔過嚟，所以嚟緊呢幾隻 SUV 可能一直會到明年上半年都嗰個銷情會非常之火。咁到明年年中可能就我哋同 Volvo 聯合研發嘅 CMA 平台又出車啦。咁啊，佢嗰個又比而家仲勁啲，嗰啲品質啊、造型啊各方面又上個新嘅台階。即係我哋董事長話，佢覺得嗰個車出嚟同而家啲金就唔係一個 level， 即係唔論係我哋而家嘅產品，定係話而家喺市場上有嘅產品都唔係一個 level。即係佢自己做咗咁多年車，即係好包括好多 Volvo 嘅管理層啊，佢哋去試完之後都覺得呢個完全 outmatch 咗而家嗰個啲產品水平。你頭先個 CMA 平台即係話係無組化生產啦，係講緊出年咁係一個 target 係做啲比較。中端高端少少啦，因為今年推出的新車款好賣啦，口碑不錯啦，咁都係一個頭先聽到係講緊80,000+啊，有啲係90,000+至到150,000左右的一個叫做入門級的一個 price range 嚟嘅。咁出年嗰啲無組化的生產平台推出之後，係 target 啲邊類型嘅車咧？係入門級啦、中端啦、高端啦。呢、這個 marketing strategy 咧，暫時唔好意思，我就暫住保密，因為公司未需要秘密，所以秘密就未都有公布。但係嗰個產品就確實真係好好。咁但係問題咧，你個好嘅產品，你都有個成功嘅 marketing strategy 先得。所以就係產品我可以話俾你知好掂，但係嗰個 marketing strategy 咧，就而家暫時未都有公布，因為佢仲即係涉及到同 Volvo 嗰邊嘅一啲互動。咁所以暫時就係一個商業機密，就未可以講得太多嚇。但係都睇翻，譬如話今年嘅 product 啦，你見到其實對你嚟講可能都係一個 surprise 嚟嘅，即係無啦啦今年。推出完新產品之後，個市場反應咁好，導致啲訂單要累積，去到咁嘅程度，交付唔到。即係原先你哋設計個產能都冇估計到，話可以市場嘅反應今年特別好喎。係啊，冇諗到，因為老細咧就覺得，即係我哋管理層咧就覺得，我哋嘅研發體系呢個整合之後咧，而家包括採購同 Volvo 一齊聯合採購咧，就引進咗好多新嘅供應商，包括其實最緊要係你嘅一個零部件供應體係一個體系嚟，即係唔係話我一兩家就搞得掂，係我哋。同 Volvo 聯合採購之後，培育了一個成熟的呢個供應商體系，咁佢哋嘅品質有保證之餘咧，咁我哋嘅研發體系咧，再將產業結合，好好咁利用咗呢啲零部件供應商，為我所用，咁啊喺我哋自己咧喺個同平台下邊上面咧，推出咗好多嘅呢個好好 design 嘅產品。咁佢講到咧，你而家 design 呢塊咧，就我哋而家有4個造型中心嘅，喺上海、Barcelona、洛杉磯同埋呢個Sweden 嗰度 Gothenburg。咁啊，4個造型中心，咁大家就去邊，即係同邊我同一隻車型出嚟，我4個造型中心，大家都俾套子出嚟，咁睇邊個好，互相取長補短，有競爭喎，有競爭啊，比賽喎，係啊，同埋咧就好國際化嘅團隊，但係國際化團隊之餘咧，又注重中國嘅元素，因為咧長遠嚟講咧，即係講句心裡話，我做呢個工業界咁多年，我希望就係話中國以後有自己嘅品牌出嚟咧，可以使人覺得你 Made in China 嘅嗰啲產品，唔再係嗰啲 low end 嘅 brand， 即係你唔係話我幫人代工咁簡單，我係真正有自己嘅呢個品牌出嚟。即係喺可能10-20年之後，喺呢個全球嘅汽車市場，即係好似而家美國人覺得，你現代車唔錯啊，你嘅 Honda、Toyota 啲車都唔錯。即係我哋覺得我哋亞洲嘅產品出去喺美國或者歐美市場，可以俾人哋指出係咁嘅形象，甚至比佢哋做得更好，甚至係可以同德系車、美系車同並駕齊驅。所以你 long term 嚟講咧，你喺你嘅 design 品質上面，除咗你國際化之餘，我哋唔係一味就要跟人哋貴佬，我哋有自己中國元素喺入邊。即係你見我哋而家嘅，比如話啱啱產品，你睇圖片入邊咧，就有我哋吉利嘅基因喺入邊。個基因係咩？比如話我哋個前面，就我哋有 Benz 寶馬嗰啲啦，個磚喺入邊嘅。我哋嗰個前面係一個水滴嘅涟漪嘅圖樣，因為中文入邊講上善若水，我哋講一個水喺湖入邊一個水滴跌落去，一個涟漪連開出嚟，一個以靜制動，我哋一個咁樣嘅基因喺入邊。當然佢入邊有好多內飾上面又有啲中國元素喺入邊。所以我哋喺一個國際化團隊之餘咧，都有好多嘅。呢啲鬼佬過嚟，其實佢係認可你中國文化，包括我哋而家嘅嗰個研發總監 Peter Hobbery， 佢以前係 Volvo 嘅研發總監嚟嘅，咁佢一過嚟咧，佢係一個好
很認同中國文化嘅，佢個佢識講中文，跟住咧誒，佢對中國很多古典文化有了解，咁佢而家係將很多中國元素帶入去嗰個設計入邊，譬如話我哋而家嘅音箱就係蘇州園林嗰啲回廊嘅設計，你見到係一個、那個音箱入面有一個很古典嘅呢個造型嚟嘅。咁、我哋嘅前面咧就係、因為我哋總部喺杭州咁，佢即係蘇杭呢啲地方，咁有好多嗰啲拱橋喺湖上面，咁佢而家個前廊就係一個拱橋，中國呢個拱橋嘅元素入邊，即係你俾鬼佬睇到之後，係你會有中國特色，但係有一個國際化嘅呢個團隊，同埋我哋有一個全球性嘅定本觀體系，咁就你咁咧，你喺嗰呢個體系嘅大嘅整合下邊咧，就西學中用，我哋可以將我哋成個呢個國際化嘅呢個體系為我所用，咁啊做出一個長遠嚟睇，希望係做到一個全世界認可嘅一個 Made in China 成功嘅 brand 咁樣。咁咩頭先講到咧、就係呢個就係吉利喺傳統車嗰方面嗰個策略嘅情況係點啦？咁我都知道咧，就係吉利咧就喺呢兩年咧，對於新能源車個態度咧都有幾明顯嘅轉變啊！咁因為因為我都算係即係跟咗貴公司一段時間啦，就發覺幾年前可能講兩年前或者兩三年前嘅時候咧，咁啊同即係貴公司交流嘅時候咧，咁你當時對於新能源原車嘅態度咧都係抱係比較懷疑嘅。咁但係就即係舊年開始咧，咁你似乎喺新能源車嗰方面嗰、那個態度咧就轉為積極啦，咁亦都有一啲新嘅新能源車，即係純電動車型上市啦。咁、可唔可以提一提講一講呢方面？我糾正少少啊，其實我哋又唔係話以前唔積極嘅，我哋其實係一直都嗰、那個研發體系一直都有做，即係純電混電啊嗰啲咧，我哋有自己可能從2003、2004年嗰陣開始做，當然我係2010年先嚟公司嘅，咁就嗰陣我去研究院睇咧，就已經其實有好多個純電啊混合動力嘅車型喺佢樣板喺度嘅，即係我哋採取嘅策略就係、是、研發嗰方面咧就儲備有嘅，但係就冇好似其他車廠咁就好早就已經將呢啲。即係純電動嘅車型就擺落產品度，係未推廣，因為實際嚟真正嘅有實即係經濟效益嘅生產咧，其實仲有好大距離嘅。即係包括你見而家即係國際上面一啲知名嘅電動車品牌咧，其實賣佢個 brand 好響，賣得好貴，但其實公司未賺錢嘅喎，所以因為呢個講得嘅 Tesla， 我哋講得，因為我哋 compare 嘅時候唔可以點名，就唔可以點名，咁啊大家自己就，但係就因為汽車係一個即係 economy scale 好勁好重要嘅行業，即係你冇規模效應咧，你冇。係一定的，所以就我哋以前就主體跟隨，即係人有嘅我哋一定有，人哋冇嘅我哋可能都有，咁人哋有可能我哋更精，但係咧就未一定要量產，因為佢而家國內嗰個環境咧就基礎設施仲係爭啲嘅，即係你可能大城市冇話，其實冇話國內，你香港如果真係。你要找個地方充電，其實都唔容易。喺內地如果揾地方充電難唔難咧？你香港揾地方充電一定好難嘅啦，因為基本上見啲 Tesla 去啲咩商場啊排曬長龍。係啊，太古廣場都係得四個車位，四個定六個。你澳海城都係得嗰三個車位。係啊，咁豪華嘅商場都係得。你見啲 Tesla 啲車排曬喺側邊，唔係即係泊曬喺側邊，但係啲車主唔企喺度噶嘛。係啊，你係輪流叉電，見到有個位咁，可能你如果唔係企到等位，又俾人霸咗啦嗰位。係啊，所以國內辛苦我覺得。國內都係咁樣，國內都即係暫時仲係面臨呢個問題，所以純電動車咧就而家等緊呢個 infrastructure， 佢係一定係慢慢量變累積到一定程度之後，有個質變出嚟。咁啊，佢而家就國內都鼓勵建設呢個充電裝，包括你見而家新嗰啲政策咧，比如新嘅停車場、新嘅小區，佢一啲廣東省政府啊，佢一啲比較行得比較前面嘅省份咧，佢要求佢省同埋市落文件係要求1:1嘅，係車位同埋個充電裝數1:1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1:1係啊，去到佢要求係咁樣，但係你最後做唔做到唔知啦。咁啊，佢政策係指引性文件，佢唔係法規性嘅，佢係指引性文件嚟。咁另外一方面就而家國內啲純電動車嘅生產咧，都相對嚟講，佢嗰個國標咧就比較靈活，即係佢嗰個充電裝咧就唔一定係要專門嘅充電裝嘅，即係可能就係一個普通嘅插頭，你喺屋企拉個拖支線板出嚟就插上去就可以。嗰啲即係隨時插幾粒鐘喎。係啊，嗰啲可以，因為佢而家有兩種充電裝嘅標準，一個慢充裝，一個快充裝。慢充裝就係普通用電器，即係你唔使專門申報嘅，就屋企你屋企駁個線出嚟，揾支線板自己報。咁嗰啲可能每個車位個充電裝咧。就每個車位其實加個插頭落，加個插頭係啊，咁啊，係啊，有可能噶。咁佢快充裝咧就屬於大功率用電器咧，就要報供電局，因為國內佢係咁樣噶嘛，佢係南北電網啦，咁啊南方電網佢下邊有省，跟住有市，有市有供電局，咁呢啲你大功率用電器咧就要去報案，因為製櫃房嗰度你要留翻即係留翻嗰條線出嚟，你真係高功率嘅你。
個火牛嗰度拖出嚟，真係要夠功率先要。係啊係啊，佢會佔用你嗰個你總嘅功率，即係你唔乜嘅話，你成個小區可能就斷電嘅。係啊，同埋佢因為佢充電咧，政府就希望係，因為你知交流電有峰值有谷值啦，咁佢就希望你用嗰個谷值嘅電去充，因為比如話白天大家都用緊呢電器嘅時候，咁個電係用電高峰啊嘛，但晚黑其實都有同樣功率嘅電喺度耗住嘅，因為你有正值有負，即係交流電。咁佢希望用你晚黑剩餘嗰啲電咧，去充你嗰啲車嗰啲高值嘅電，咁你就其實最 efficient 咁用嗰個情況。所以我就覺得就而家等緊個質變，其實而家係慢慢喺量變喺度累積緊嘅啫。咦？你哋而家嗰架純電動車 EC7 嚟講，第六 EV 係啊，即係你講第 EC7 係第六 EV 個銷量如何咧？上個月賣咗千人部，咁啊，因為上個我舉個例子，這個千人部係咩概念？就上個月嘅全國嘅新能源車總銷量係三萬台。係，其實佢係新能源，就唔計，唔係話唔係淨係包括純電喎，係佢又有其他嘅 hybrid 啦 ，plug-in hybrid 嗰啲，係啊係啊，都計落去就三萬部。但我哋一隻 EV 一隻車型就一千幾部，就佔咗市佔率3%。呢個佔嘅市佔率，如果 in terms of 呢個總嘅呢個銷量，其實係至少係相當於我哋而家喺全國所有廣義乘用車嘅市場佔有率嘅比例。即係我哋而家我哋上個月賣嗰個量四萬幾五萬咁嘅，其實係五萬本銷可能四萬幾，出口都兩千嘅，咁五萬呢個量佔全國3.12%咁樣水平。咁新能源車已經達到呢個 market share 啦。咁所以 long term 嚟講咧，就咁如果呢個因為呢個一千台係佔成個三萬台。佢嗰個係三萬港，即係廣義嘅新能源車喎。如果係純電嘅話，可能佔嘅 market share 更高。所以如果 long term 嚟講，我哋如果最後全部大家都買新能源車，我覺得就我哋佔嘅 market share 可能會更高，比我哋而家傳統能源車賣得更好。而且佢長遠嚟講，我哋都非常之競爭力。呢只 EV 咧係享受國家最高補貼標準，佢係續航里程係一次充電265公里充下路況。國家最高標準係250公里打上。我哋呢只咁喺新能源車方面，你哋公司嚟講嘅即係。嚟緊個計劃會係向邊方面發展咧？都係做翻純電動啦、hybrid 啦。我哋廣義，我哋不限，即係因為純電 hybrid 或者 plug-in hybrid 啊呢啲咧，都未必係以後嘅最終嘅新能源嘅方案嘅。我哋而家其實有好多，當然未對我有啲唔對我講得，就因為未公布或者點樣。佢有啲係替代，有啲其他嘅替代能源，因為我哋管理層都覺得電未必係 ultimate solution。即係幾個方面，一方面你電池入邊嘅載體係咪鋰電池一定係最優化嘅方案咧？會唔會有啲新嘅材質出現咧？呢個係未知。咁咧就第二咧就即係你係咪一定係即係電能轉化成動能咧？會唔會有其他替代能源轉化咧？即係都有可能。所以我哋係保持一個比較 open minded 嘅呢個策略，就廣義嘅呢個新能源車，但即係只要替代汽油嘅，或者係低碳排放嘅。或者係呢、這個唔會有呢個能源消耗，即係呢種石油啊，或者呢種能源消耗。因為其實電咧講到就話，就而家國內好多電就係火力發電，其實佢碳排放都高，係啊，所以我哋都保持一個好 open minded 嘅態度，即係其實長遠嚟講，我哋喺新能源呢一塊嘅增長潛力非常之大。好，咁今日咧多謝曬Adolf， 係我呢個上嚟我哋嘅節目，咁啊，即係出下水，係。好，咁我哋今日嘅時間亦都差不多啦。係，都多謝曬。下個禮拜申報翻，我哋係目前係有冇錯嘅。哦，多謝曬，我哋你哋應該都希望你哋都有賺到啲錢，應該都你是新工，應該大家都有賺啲啊。我哋又借你哋，我又借你個平台，咁啊又 sell 咗下我哋自己公司啊。其實又好似唔係好合規，因為我哋原則上係只係講行業，咁啊本來講自己公司一嚿，佢又講多咗職業。我相信講。講你公司的時候咧，即係啲觀眾會更加有興趣嘅。咁啊，希望大家唔好失望，係啊，對大家提供啲有用嘅信息。OK， 好，多謝曬 ，thank you， 下禮拜再見。好，拜拜。Hey boy， 哇，好大隻哦！哇，勁型啦！嚇，冇頭髮嘅。原本好得，點知俾幾執頭髮害死咗喎！想改寫命運，就食樂怡本草營髮植物膠囊啦！佢祖傳藥方，直接為你嘅頭髮補充營養，仲強肝腎、補血氣，香港製造，食用放心。你都想試下嘅話，快啲嚟 MHK TV 訂閱我哋低俗頻道，或者啤梨漫步一年，再 like so life 嘅 Facebook 專頁，就即刻免費送你一樽60粒嘅樂怡本草營髮植物膠囊，數量有限，仲送原即止㗎。